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。她是一个有点像阿信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。我是一个平凡的农家子女，小时候家里环境非常的清苦，16岁的我就必须到工厂工作，没有办法继续读高中。或许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心中有了早婚的念头，心里想把自己早点嫁出去，才能够有机会改变命运。但并非如此，由于我冲动结婚的决定而影响到我一对儿女的成长，内心感到十分的愧疚。为了要让我两个小孩过好的生活及良好的教育，我曾经在传统市场卖衣服长达15年的时间，每天一早就必须赶到不同的市场摆摊卖衣服。也就是因为如此，让我跟小孩的相聚的时间相对的少。更无奈的是，又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，不敢轻易的转换行业，心里想，我这样的生活到底要过多久，何时才能改善我家庭的生活呢？2012年的10月，我们的一个介绍人屈生，陈屈生，钻石大师，来到我跟黄大哥的办公室，跟我们介绍这一个爱多美事业。当下的我们，我跟黄大哥都是需要一个机会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跟生活，所以我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非常积极努力的，马上当下就决定说要来开始做爱多美。我记得刚加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当兵，妈妈一开始每天早上大概8点9点就出门了，然后每天都忙到11、12点才回家。其实一开始我很纳闷，妈妈到底在忙什么，我还一度的怀疑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在工作，所以一度就是有点误会她，因为不懂。然后就是后来才知道她很辛苦的在经营爱多美。她从原本不懂电脑，到慢慢的学会打字，自己 key 会员资料。那时候爱多美才刚开没有多久，他就这样一笔一笔的 key， 然后把自己的眼睛也操坏了，就是用着他所谓的一指神功。其实我不会电脑，是在爱多美里面学到很多这种有关电脑方面的这个部分，对，才能够克服万难。因为爱多美这个平台就需要电脑，然后一开始看不懂的韩文，然后你怎么去注册，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。然后逼着自己就是要精进自己，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从学电脑这一关来讲，我是克服了万难，因为英文能力不好，真的当然就是协助我的人很多，我的底下的伙伴们非常挺我，非常的听我，就是多听话照做的这一类型的，因为他们也共同跟我一样有共同的期待，他们的环境也都不是很好，几乎都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，就跟董事长讲的一样，跟乞丐帮没有两样，每个人都是口袋空空，那怎么开始呢？就是大家要克服万难，我都跟他讲，小张能做得到，你们也能做得到，是不是？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，所以我呢一直在鼓励他们，一定不要退缩，一定是要坚持到底。他今天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，这一路走来，他不知道碰到了多少的困难，他都秉持着谦卑服务的精神，坚定的信念走过来了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对任何人发过脾气，他只有默默的承受。他今天终于成功了，他终于可以感受到成功的踏实。亲爱的会员们，羡慕吗？
这样苦尽甘来的一个和乐家庭，就是爱多美给我们的。相信小庄可以，大家都可以，我们一起达到爱多美的巅峰，加油！加油！小庄，恭喜你上星光大师了。这一路走来，可以看到你的勇气，可以看到你的坚持，非常非常恭喜你。绝对绝对值得，在未来所有所有的一切都一帆风顺，恭喜你啦！恭喜小庄姐晋升星光大师，那谢谢你一直以来努力不懈的为会员服务，非常的亲切又非常的专业。那齐心合力在多美，我们一起在顶峰相见，再次恭喜你，小庄，感谢你一路带领我们成长，今天要恭喜你了哦，晋升星光大师，小庄。恭喜你上星光大师啊！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本来是阴天，突然间太阳露出来了，然后也感觉像走在草丛中，突然间看到一朵盛开的花。因为你的笑容，让大家觉得你非常的平易近人。我想这是你成功的一个特质。小关，恭喜恭喜，再创高峰！晋级星光大师人员，黄小庄星光大师。同时邀请巨收摩总经理进行颁奖。谢谢大家，刚刚在后台已经很感动的一直流眼泪，我说过今天不会哭的，但是没办法。感谢所有的我最爱的家人，也是我们的会员，我当大家是一家人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付出，非常感谢刚刚所有颁奖的团队，销售大师们及我们钻石大师们及玫瑰大师们的不屈不挠，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为了团队的目标，努力不懈的，勇往直前的，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目标。同时间要感谢最敬爱的介绍我的介绍人陈屈生钻石大师，谢谢。没有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不会让小庄我今天圆梦，即解决了一些我个人最想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我的责任及我的负债的问题。同时也感谢公司对我们的爱戴，台下的伙伴，尤其是我的家人们，我的中心伙伴们，也是感动到为我流泪吧。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谢谢所有教育中心为我们所有伙伴办的课程，也谢谢我们所有教育中心的讲师们、讲师群们，这样无私的奉献，无私的奉献，将最宝贵的经验复制给我们所有的会员，让我们的会员呢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很快的就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成功。
我特别感谢我的儿子、媳妇跟女儿，在这个最需要他们协助的时候，他们一个在君子的儿子离开了君子的单位，啊，在一个高科技的单位的女儿，她也离开了高科技的一个公司，来到爱多美跟我一起协助我一起来圆梦，圆我们一家人的梦。我很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最爱的儿女，跟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孙子，非常的可爱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在还没有接触爱多美之前，我是一个不尽职的妈妈，没有负责任的妈妈。但我告诉我自己，有朝一日一定要让他们过好的生活。还好，老天有眼，让我遇上了爱多美，才让我们这一家人能够起死回生，翻转了人生，让我们的家庭和乐。让我们的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妈妈的选择是对的。真的感谢爱多美公司照顾了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人，能够今天达到成功。我真心希望，真心希望我们的伙伴朋友努力不懈，一定坚持到底，在爱多美的事业里面绝对不要缺席，希望大家勇往直前，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，并且圆到你们的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